快五十了吧？其实我大概五点多就被吵醒了，但同行的伙伴又叫我等，结果男生是比我用还久，怎么回事啊？对，然后今天住的地方，但因为我本来就是中间，我有时候会停下来拍照或要干嘛，我就会走比较慢，我步伐也比较腿比较短。然后叫我跟他们同时出发，然后同时到，那对我来讲会是一个蛮大的考验的。对啊，嗯，就这样，拜拜。后面景真的超美的吧，日出。然后我发现，就是大概六点或六点半前开始走的，其实大家都蛮享受一个人走，然后早上人比较少，很安静。那时候因为也还是晴空，然后慢慢的天慢慢的亮，然后因为我们往西走嘛，所以日出都会在我们的后面。其实我也蛮享受每天的状况，对，嗯，继续走吧。今天不知道西班牙在这附近是有空军基地吗？看天空飞亮的，飞的到处都是仙。前面就是今天会经过第一个小镇，叫 Zanfox 之类的。不知不觉其实也走了一个礼拜了，然后觉得体力好像又比较好一点。像现在这个上坡其实蛮长，虽然说不陡，但还可以，就是不怎么休息，然后还可以边录边讲。后面真的很美，来看一下。对啊，还有大概三个多礼拜吧，继续走吧。这个高级住宅区嘛，哦，终于有上车，一整排基本上都空的。哇，还是这里是样品屋。现在居然是比较喜欢上坡，不喜欢下坡，因为下坡其实脚会比较痛。才短短一周，心态就改变了呢，哎，不可思议啊！想说要走到那个教堂再休息，但它怎么这么遥远？从超久远前就看到它。看到现在还没走到，因为我有点想要调整一下我的鞋子。准备进入小城镇，好像都还有一点在它的外围。对，然后现在走进来，然后现在就是走到教堂，我必须调整一下我的鞋子，然后现在有一点不舒服。我们沿路上喝水啊，大部分都是靠就是路边的，然后我觉得这个它还有特别设计，然后这就是直接我们水可以喝。
真的不能坐下来休息太久，因为身体会冷掉。然后尤其是在重新起步，那个整个脚其实真的会蛮不舒服的。然后今天左脚就是脚踝也很痛，然后小腿有一点点抽筋，然后刚刚想说还是先把小腿花套上好了，对，然后现在就是放慢角度慢慢走，因为大概还有5公里要走。然后原本就是因为现在速度会比较慢，所以想说算了，还是先走。哎，好吧，继续走了。那个稻草堆啊，超高的，然后一路上其实已经看了很多，然后这个如果在台湾，应该马上成为热门的 IG 打卡网拍景点吧。它应该大概有至少5层楼高哦。对啊，真的蛮壮观的。一路上真的看超多了，而且每一堆都超大一个，超像就是一栋就是建筑物在那边。但我比较想要看他们堆的过程，对，很酷的。OK。哇，这边是一整片的向日葵，但。全部都枯死了，怎么回事？太热了，太热了。我觉得蛮不错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刚刚在上一个城镇那边的时候，其实就有一个也是朝圣者，然后就拿出蓝色的手套问我说：“是不是我的？我昨天有没有掉什么的？”我说：“不是，不是我的。”然后现在又遇到另外一位朝圣者。然后他也在问我说：“你有掉那个手套吗？就是一个蓝色的手套这样。”我觉得大家都蛮不错的，大家都会一路上，他也说他就一路上就是有看到人就问一下问一下。觉得是，这好像是，其实这应该是正常人之间互相帮忙，但可能大家在社会上好像变得已经就是没有就是这种。你说多管闲事吗？也不是，就是会帮忙问一下这样的行为出现。对啊，蛮难得的。好，前面应该就是今天要停留的，如果没有错的话。对，好，这样吧。到了 Granion 的，一上来就是有一个吃早餐的地方。很酷的。OK， 这应该就是我今天要住的。这其实是一间教堂，然后这是应该是它后门那里进去。然后现在1:30多，应该是2点才 check in， 所以就先在外面坐着等一下吧。